赶紧去。你们看谁来了？哎，我们的雷班长可帅回来了，来坐。不好意思啊，没等你我们就开吃了。小金子说你今晚回来，我们就特别组了这个局，一起来迎接你。我们先一起喝一个，欢迎雷子，欢迎雷子，欢迎班长，欢迎雷子，欢迎雷子。这帮孩子真没礼貌。啊，雷子，怎么才回来呀？不是昨天晚上就该回来了吗？哎，怎么给我打个电话呀？跑去接你了。有啊，碰一个。吃饭了没呀？等会儿啊。一会儿妈就去给你做饭。好。看一眼是吗？我是昨天回来的，也给你打了电话。从我进门你就一直玩你那个破麻将。不管怎么样，至少让我有种家的感觉吧。我找爷爷去。哎，雷子，咱们歇会吧，啊，马上就到了，哎，你听，什么呀？我怎么感觉有人盯着咱们呀？你要实在走不动，就在这歇着，我先上去，啊。哎，你等我。你说你爷爷住这儿啊？这一看多久没人住了？雷子，我说任子然，你俩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总是若即若离的。
什么时候才能修成正果啊？好好坐你的车。团长，你怎么了？子兰，你电话。哦。喂。怎么了？团长，我有点急事，我得先走了。那我送你。不用了。子兰。正开着开着，突然有一个黑影就从我面前一晃而过，我们当时一慌，忙踩刹车，那谁知道摩托车根本不听使唤，就朝那个路边猪嘣冲了下去。那可真是险呀，幸好掉进一个臭水沟里。哎，你们是不是撞见鬼了？我不知道，根本来不及仔细瞅，就看见那女的啊，披头散发，穿得破破烂烂的。我怎么感觉有人盯着咱们呀？哎，雷，你去哪儿？雷子，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我没事。我以为你出现关心一下，他多少能心动。雷子回来了，看看妈妈给你准备什么了，都是你爱吃的。哎，脸上怎么了？我去过九木屋了，你是不是该告诉我点什么？我，你一直都在瞒我。不，是，你爷爷。他只是什么？他在养老院，他在养老院过得挺好的。爷爷到底怎么了？但是三年前，你爷爷去山上看林子，给人打了。差点没了，后来去了医院，总算捡回一条命。我不告诉你，是怕你承受不住打击。我把爷爷接回来了，妈妈是想照顾他的，可是爷爷他每到晚上，他就发出很怪的叫声，他还尿床。我要照顾这个麻将馆，我实在是没有时间。天天打麻将能有时间吗？你怎么不听我想想呢？咱们家可就指着这个麻将馆过生活了。你爸爸早就走了，妈妈一个人扛着这个家。你还好意思讲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爸也不会死。知道我为什么三年都不愿意回这个家？因为我不想看见你。
团长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子然，哎，坐，坐。老板，加个酒呗。亲戚们，喝点酒。哎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没回家？自然，你觉得我是不是个好人？团长，您怎么突然这么问？你就老实的告诉我，我是不是个好人？是，您不仅是个好人，而且啊，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好人。你说的都不完全对。你看到的只是表面，人一旦隐藏了内心的罪，你无法看透。解释走肉。团长，要不我送您回家吧，您真喝多了。自然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你有一种莫名的喜欢，真的。每次我当都见到，都让我想起他。子然，团长，我说的是真的，你要相信我。团长，你别这样。子然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子爷爷，您不认识我了吗？当时发现你爷爷的是一中年男子，他叫易建东。他到达现场时，你爷爷已经昏迷了，现场也勘查了，下过雨，没有发现可疑线索。他们也查过易建东，没有作案动机。这是以前同事调查的，我是三个月前呢才到这里来的。这里偷猎的人很多，你爷爷很有可能就是遇到了他们，不过没有证据，咱们也不能妄下结论。这山多人少，村民都老实本分，大家都过着平静的日子。平时吧，除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纠纷，像这类案极少发生。刘所长，
我能复印一份吗？不行，这是派出所，又不是图书馆。你要这个干什么？你想调查？这个案子呢，是我的跟进，我不可能撂下这摊事儿，扎手就不管了。年轻人，我非常佩服你的勇气，但是冲动不等于勇气。之前有个律师介入过这个案子，他叫郑维国。我家老童刚接手这个案子的时候，我家的窗户玻璃碎了好几次，而且都是深更半夜的时候。后来老头放手不干了，这才消停下来。难道你们没有见到恐吓者吗？大哥，你没听我说是半夜吗？我那时候睡得像死。哎，你抓紧点啊，老头要是知道我翻的东西，免不了又是一场战争。怎么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跟他一直水火不相容。哎，你知道我后来为啥去维修店干那份苦差事吗？我就是想用，哎，哪怕一双脏兮兮的手，我也想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。不喜欢借来之事。我是在歌舞团看见他的，这个人消失了三年，突然又出现了，而且他的旁边还是跟着另外一个女人。这里是我们老年人活动的地方，平常有个什么娱乐活动啊、演出啊啥的都在这里举行。这儿有56位老人，还有一个孤儿，遇到他。老人们每天都过得很开心，娱乐活动也很多。你看那几个老人，每天都捧着收音机写唱歌。那是米粒女士捐的50台，还有棉衣、棉被。健身器材，那人非常好，又善良。啊，那就是他。蜜婷，罗院长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雷老的孙子。你好。不好意思，失陪一下。他心情不好，婴儿脸，说变就变吧。那我是领你到别的地方转转吧。哦，好。段院长，嗯，他为什么住这？他母亲在这儿。平常，他经常过来陪伴他一阵子。哦，
你谁呀？我是我爷爷，他是我爷爷。怎么住在我的房间呢？已经跟罗院长说过了。吓死了吧，孩子，给你开个玩笑的。您是？哦，我呀。哦，你看，这个是我的八哥。我呀，随他，你呀，就叫我爸也好了。哎呀，你爷爷呀，也真该有人陪一下了。他整天不说一句话，老是闷不吭声的。我这人呢，最怕的就是寂寞。跟你爷爷住一块儿啊，他爸爷我呀，都快闷死了。那您没有别的亲人了吗？亲人呢？哎，孩子，哎，要是有亲人呢，我就不来这儿了。我来，给我吧。哎呦，八哥，哎呀，今天这么闹腾啊！哎呀，受委屈了啊！大爷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爷爷太忙。啊，没事儿，都习惯了啊。你给我出去！别生气，听我说，我也不是故意拉这个刺激的，他们两个确实勾搭在一起了。你给我出去！听我的，哎。听我的，哎，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妈的，好心当了驴肝肺。呸！郑静跟我说了你上山的原因。明天我们团里来这里一演，所以我就提前来了。有什么发现吗？有可疑的地方。这是个指甲印。对。你怀疑凶手是个女的？不过，为什么凶手只是掐住我爷爷的脖子，使他失去反抗力，而没有采取其他更暴力的手段，只能于死你呢？也许凶手并不想杀死你。那凶手会藏在哪里呢？
进来。我看见了，那个女孩就在院里面。什么？就是勾搭易建东那个女孩啊。这几年你过得还好吗？一个人的生活没什么值得提的。我知道，我对不起你，甚至连个电话都没有。不是我不想，只是我在你走这几年，有个男孩对我特别好。他细心照顾我，事事为我着想。后来，他提出要跟我交往，可是我拒绝了。因为我心里有一个人，当初他走的时候，给我留下过一封信。说让我等他，我遵守了我的诺言。
琴弹得不错。我昨晚有看你表演，挺好的。谢谢。你歌舞团的？对啊。易监东你认识？认识啊，他是我们团长。你觉得他怎么样？他挺好的，经常带我们去做公益演出。你喜欢他？什么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难道就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？你为什么要抛弃我一个人？为什么要让我一个女人来面对我们应该一起面对的困难，而你却消失得无影无踪？我一直都在扰你，直到有人跟我说，他在这个剧团里看到了你。建东，你知道我这几年过的都什么生活吗？我只能窝在这里，我哪儿都去不了。没有你在我身边，
我感觉我的整个世界都塌了。但是我没有放弃，我想着你，盼着你。周云，别这样，不要这样，梅婷，你这样我会遭天谴。你看看我现在这个样，我已经是个被诅咒的人了。生不如死，心如刀，每天就靠酒精来麻痹自己。每当我失去知觉的时候，那才是我最快乐的时刻。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。我他妈这两年我就是这么晕过来的，我失去了我的一切，你们说，就因我一时糊涂，我不是人，而你还在这他妈跟我调情，你是不是太自私了？啊？你有老子好好想想，你欺人太甚了。有天晚上啊，我上厕所，我刚刚走到个院里，就发出凄惨的叫声。哎呀，可怕了！我就悄悄的，我凑上去一看。树林那个东西呼啦的哗，你们猜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一只野猫啊！幸亏你碰到的不是野豹子，不然的话你早见阎王喽。
不过呢，我还真的看见了什么。你应该看看这个。我听说这山下有一个女人，她的孩子死在白杖滩里，之后她就疯了，一直待在山里，不知是死是活。对，八爷，你不是也见过吗？我见过什么了？净扯淡！哎，不，这不是真的，不是你看到的这样。难道我会自我安慰的想，这是哪个王八蛋捣的鬼，故意挑拨离间？我跟他真的没有关系，他只是我的团长。那天晚上他喝多了，我只是陪他聊聊天而已。我没撒谎，我真的没骗你。明天有车下山，你收拾一下吧。让你上去。
好吗？你感情到他脸了吗？你出来的时候也没人跟踪你吧？没有，他是半路上冒出来的。我猜应该是他。谁？就是杀害我爷爷的凶手。我在山上见过他一次，还差点被箭射中。她丈夫就是你的团长，我还去过他的家，而且我还在他家里找到了我爷爷的猎枪。当时应该是他救了我爷爷吧。三年前，易团长突然离开了歌舞团，前不久又回来了，我也不清楚他去了哪里。要不我打探一下？不要，我不想你也牵进去。啊，你别跟任何人再提这件事了。嗯，那凶手为什么要对我下手呢？可能和我有关系。不管怎么样，明天你一定得下山。我不想你在这受到任何伤害了。可是你怎么办？我没事儿。雷子，我跟他真的没有关系。我知道了，傻丫头，别多想了，就让我陪着你。刚才在找你。睡吧。嗯。我凑合一下。雷子，嗯，你以前为什么对我这么抗拒？能和我说说吗？时候，我好像才六岁，我们一家人出去玩，那天天气分外的好，好的有点虚假，我一直觉得那是一场梦。你一定要小心。
那你要的我全都给你带来了，一样不差。哎，你干嘛？我试一枪呗。哎呀，你可别惊动了我的小兔崽子呢。嘘嘘嘘。雷，哈，今天中午可以给你开荤了。不是你这是怎么弄？你没来之前，我就在这附近安插了几个套子，就是这个，滴血不见，温柔杀手，我们管他叫手套带兔。哎，谢老板，这个借我用一下。我的八哥我喜欢。谁？哎，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别跑！你站住！今天早上我们接到报警，案发地就在山后，死者的死亡时间大概是昨天晚上10点钟左右。案发现场来看呢，这不是一起凶杀案，起因就是这个。这个是套野兔用的。对，你知不知道这是谁设的套？不知道。怎么样，你的调查有头绪没有？把这事不会跟你有关吧？这起案件我们会着手调查，如果大家有什么线索，包括最近上山打猎的人，请尽快的跟我们取得联系。你给我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啊！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要这样？
你不要难过，这只是意外，谁也无法预料。我给你看一个东西。这是你什么时候拍的？这不是我拍的，我也不知道。那天晚上你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之前，我发现 DV 有阵子不见了，后来又找到了。下午我拿 DV 准备录一段节目，就发现了这个。难道他是知情人？也有可能，他故意拍这个就是给我们看的，只不过我们没有及时发现。哎，等等，往回倒一下。啊，好。我好像在哪儿见过这张照片。不管怎么样，只有先找到他，才能解开真相。我马上上山，你等我消息。喂，子然，是他，是梅婷。你听我说，明天你拿着 DV 去找易团长，你也许能从他嘴里套出点什么。嗯。然后你再拿着这些去找刘所长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你呢？我还有件事要办。那是他。
见了我的儿子，我饶不了他，我饶不了他。冷静一点，你不能再这样错下去，去伤害我们恨的人，只会让仇恨越来越深。这事交给警察，你要做的就是把你们的事情说出来，这样他们才会有证据破案。冷静一点。今天是我儿子八岁的生日，这是我做给他的。每次他捏泥人的样子都是那么的专注。这是你，这是爸爸，这小的是我，你看像不像？祝你生日快乐。都是他干的，他走得太远了。行。我和慧珍吵完架之后，我就去喝酒。还跑到他那里去找安慰，我真是混蛋啊！一个是我男人，一个是我最好的朋友。那天晚上，他们竟然……知道他当时到底看到了什么，我就感觉刚刚有事情发生。那我爷爷呢？他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？我不知道，记不起来了。当时我那天晚上，我回到家，
三年前，你为什么突然消失？自从我儿子失踪的那天起，我就到处打听他们母子的下落，他们都说没看见，我就报了警。现在我就去外地寻找所有他可能去过的地方。这之后，人一旦藏起内心的罪恶，如同行尸走肉。这是你说的，现在我明白了。哎，所长，这是您要的。嗯，好。您是刘所长吗？对，我是。事情都发生了，也过去了，我也不想去怪谁。我只想陪着我的孩子，一个人静静。对不起啊，是我错怪你了。这不是雷老爷的孙子吗？想必你爷爷的遭遇你应该知道，你不会是想重蹈覆辙吧？你是不是被我的外表欺骗了？你挺聪明的，还能捋个头绪。可是就凭你一小破孩儿，能把我怎么样？我知道雷爷去哪儿了。雷老啊，
我在心里还在犯嘀咕呢，我要不要送你上西天呐？你的孙子要知道你归西了，他一定会很伤心的吧。我又得到了什么了？那个女人心里根本就没有我，我为她做了那么多，她还是无动于衷。她喜欢的是那个扶不上墙的酒鬼。你说了。你过来，你千万别做傻事儿。不，我今天什么也管不了，我要送你归西。不，求求你不要伤害雷爷爷，他是无辜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恨是永远解决不了问题的。不不不，我今天就是送他来看看风景。你看，这风景多美啊！咱们回去。快！来靠下。慧珍，哎呀，你一直住在这里啊？嗯，挺不错的嘛。这都是你捏的？啊？哎，我怎么觉得长得这么像你儿子呢？只可惜他啊，你应该伤心才对啊，怎么可能无动于衷？你应该恨我，杀我，而不是在这玩一些你住口！那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吧，早就应该告诉你。我怀了你男人的孩子。永远斗不过我的，永远！带走！快点叫火车！不是，是假的，我骗你的！不要，我跟你们走。放了。
心凝人，求求你们了，这是我唯一的记忆。把他带走。你小子，子安，谢谢你啊！还有雷子，协助我破了这个案子，你们俩都是好公民。可是呢，我是警察，我得依法办事儿。那个套是你下的，对不对？你设置障碍，致人死亡，已经构成了妨碍公共安全罪。不，求你了，走。求求你了。进去。再见，走，送你回家。
你不要过来，你不要过来，你不要过来，你要过来我开枪，我开枪了。你那小女朋友长得不错，可在外面勾三搭四，敢抢我的人，我总不能让她胡作非为吧？那天要不是你来了，我都不可能让她活着出去。我再告诉你件其他的事情吧，我保证你听完会觉得自己冤死了。料到那个让我一直都很讨厌的臭老头，而你却成了我的替罪羊。多完美的一出悲剧！悲剧是可以改变的。此话怎看？悲剧过后就成了绝唱，就凭这个你罪加一等。以我的经验判断，你这个人不简单，肯定还有隐瞒的罪行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你的傲慢却让你露了馅。很显然，你才是陷害八爷的罪魁祸首。不可能！一颗罪恶的毒瘤竟然潜伏在亲近的养老院，现在是时候拔掉你了。不可能！小赵，哎，你过来。勘验组什么时候去现场啊？我打过电话了，说是过两天才能来。过两天？那没听丈夫呢？找到了，他现在正从外地往回赶呢，但是他儿子还没找到。梅婷啊，她还有个儿子，三年前她跟丈夫离婚，确切的说是她丈夫带着孩子离她而去，之后不久吧，这孩子就神秘失踪了。她丈夫回来找过，但是没找到。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当初就根本没指望你能。他儿子当时多少岁？12岁。那现在就是15岁。您在派出所等我，我马上过来找梅婷。他已经被押送走了，有半个小时了。什么？
喂，赶紧联系小刘，我到哪儿了？好。梅姐，所长，赶紧联系线给我去。好。怎么了？事情还没完，你先回家。不，我要跟你一起去。能联系上团长吗？啊。他可能有危险。那我现在就找他。你要小心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从一开始，这就是你设的局，对不对？我没有设局，我只是按我的计划在做。只是你不小心，你闯了进来。喂，林子！哎，你等等我。可是那天晚上，我不是故意。视频是你录的，我只是给你们提供点线索，不想你妨碍我的计划。你们为什么非要拼个你死我活呢？你更不应该让他来承受你们的怨恨。他是无辜的，他才15岁。你不能一错再错。又见面了，慧晨，我们两个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
人生也是够滑稽的。从小到大，你都比我优秀，比我受人喜欢，而我呢，只能活在你的阴影里。我想要超过你，我想要拥有你的一切。今天是我儿子的忌日，我将用你死来祭奠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你认识他，可是他不认识你了，你就是他眼中的猎物。慧珍，你直接了结我就行了，你何必要这样？笔者，能刻骨铭心的。可是当初如果你不告发我，我也不至于这样。我没有，我没有。哎，慧珍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一个误会，让你竟下如此狠手。其实，慧珍，咱们两个呢，就是一对生死冤家，也是好闺蜜。那咱们这辈子就别分开了。那是你妈，别做傻事儿。Thank you.
慧珍也住这地方，我就抽空来看看你，腿没事就好。刚才啊，看到你们一家人能够团聚，真替你高兴，好好珍惜。可是他们的家庭就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。刘所长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呀？我应该谢谢你，是我看错了你呀，是块好材料。我呀，看错了我自己，看错了我已经再没有精力去救助更多的人，也没有精力去制止更多的罪犯。我当了一辈子警察，破过的案子无数，抓过的犯人也无数，可是我不想让时间拖着我的身份。人呢，到了一定的时候是应该放下点什么。